我哋搭大巴直接由香港去到深圳嘅。我哋喺太子 A 出口嗰度行过对面马路，就见到粤港汽车运输，每过一程车咧就要20蚊手续费。佢每日都有唔同班次去广东省唔同嘅地区，例如清远、河源同埋中山等。今次我哋就去新叶上城，只要你上到车咧，其实咧全程都唔使淋雨，因为大多数都可以喺室内嗰度，而且坐得非常舒服，因为啊。那架大巴是可以坐60人，但我们去的时候只有10个。在深圳湾口岸过关呢就真的很快，极度方便，一个去呢就有大巴接送。其实我们由香港啦过到来呢都是需要1.5个小时左右。司机是直接停在深叶上城的停车场。搭了这一部车之后呢真是有一去回不到头的感觉。来玩车车。佢成个路程系好顺畅，因为今次咧系我第一次带小朋友北上，咁所以一定要安全。商场里面咧应该系有唔少嘅闭路电视，咁所以我觉得咧，就算有拐子路啦，都可以影到佢哋个样，好似香港咁搵得翻。但系室外嘅话，我就唔担保。第二样咧就系要舒服，因为商场里面系有冷气嘅。第三就系去职员多嘅餐厅或者店铺，如果小朋友丢失咗咧，佢哋系会要负上责任噶嘛。声如受损，咁我拣奥莱咧，除咗呢度有宝宝车俾小朋友坐之外咧，你仲可以拍 B B 车喺度，买完嘢就直接摆喺 B B 车上面，跟住可以去附近嗰度玩，唔使拎住咁狼狈。去奥莱咧，我次次都会买呢个咧忌廉牛肋包，真系好好食。喺香港咧，其实你要48蚊先有咁大嚿，佢咧21蚊咋，买满88蚊仲有 macaron 送。嗰度仲有得試食啦，咁一條路服務啦，你買 yogurt 啊，買啲有機生果同埋菜咧，全部都係香港嘅半價，所以你話我有乜可能唔掃貨啊？最衰嗰啲鮮肉啊同埋海鮮咧未煮熟就唔可以過關啦，咁所以我哋買咗唔少嘅燒味。之前你話大陸啲小店咧係有啲有毒嘅燒味嘅。咁我信得个华润呢个品牌，由自家嘅农场提供各种新鲜嘅食材，所以买埋下咧就买咗1200蚊。咁大家记得咧要带胶袋嚟，因为我就买胶袋都买咗10几蚊人民币。寿司鸡我建议大家冇买，因为里面有鸡颈啦、鸡骨啦，同我想象中嘅系有一定嘅差距。反而买盐焗鸡啊嗰啲本盒咧都仲好啲。买生果啦，蔬菜当然是买有机啊，送的马卡龙都好精致，超靓，啲沙律菜咧都非常之新鲜。下昼咧，我哋贪方便，直接喺奥莱食埋双送饭，25蚊咋，跟住就摆低啲货啦喺个 B B 车上面，我哋就周围行啊。个商场话大唔大，话细唔细啦，但系都有唔少嘅新字餐厅，有星乐 Milly G Drum。
说咧，我翻嚟嗰时候咧，居然咧隔篱有个姨姨同我讲，我要睇住浪边，因为香港咧系会有拐子佬。咁我揾翻相关嘅资料咧，深圳有个小朋友喺商场俾人拐走，已经系2008年嘅事啦。我谂系刑法有关啦，因为香港咧系判得比较，相对嚟讲咧成本就低咗啦。